虎扑9月23日讯，休斯顿火箭队今日在官网公布了球队2018-19赛季的训练名单，见新闻配图。具体名单如下：卡梅罗、安东尼、布鲁诺、卡伯克、洛克林特、加佩拉、迈克尔、卡特威廉、姆斯、马基斯、克里斯、文森特、爱德华兹、詹姆斯、恩尼斯、埃里克、戈登、杰拉德、格林、文森特、爱德华兹、詹姆斯、哈登、伊塞亚、哈尔滕、施泰因、布兰德、奈特、内内、克里斯、保罗、 PJ、 塔克、周琦、 Gary、 Clark、 Rob、 Gray、 Vote 507793。 Note 来源 NBA 官网 at hupu.com。 更多体育新闻请访问虎扑新闻。